2014年，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事务局长矢崎光晴在家中接受了摄制组的采访，话题从他的父亲矢崎新二开始。父で母でこれは私。重機関銃を担当してましたから、戦闘の中で中国兵を撃ち殺すということが多かったのと、今言った強制連行ですから、部落に入って主にその男の人を引き立てていくと、とにかく強制的に家族から引き離して引き立てていくというのが父の主な体験だったんですね。矢崎光晴的父亲矢崎新二1941年参军侵华，1950年由于战争中所犯罪行，矢崎新二被中国政府关押。抚顺战犯管理所矢崎新二被关押的地方，与他一同被关押的共有969名侵华日本战犯。这些战犯所属部队不同，担任职务各异，其中军衔最高为中将。日本战犯来到这里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5年时间。那些日本战犯为什么会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被关押于此？他们在这里又有怎样的经历呢？2014年，距离中国政府关押日本战犯已经过去64年。当年的事件亲历者已经所剩无几。为了寻找当年的日本战犯，摄制组找到了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研究员石田龙志。石田龙志长期从事中日战后和解问题的研究，从2006年起，他开始采访被中国政府关押过的日本战犯。在石田龙志和同事张洪波等研究者的帮助下，摄制组见到了与矢崎新二一同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3位曾经的日本战犯。高清，谢谢。黄志文，41年到那个军库了，军库在山东省啊，青岛啊，济南啊。だから私たちは20歳の時にね、徴兵検査というのを日本の国男子はね、徴兵検査というのを受けるんですよ。兵隊になるための検査を、国家から徴集令状が来た場合は即軍隊に入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義務がね。避けては通れないのにとして軍隊に入りました。その時のね、なので、ね、天皇陛下のためになれば何で命が惜しからずという歌を毎日歌っていましたから、まあ少し宿命的なものと思います。出征をするときに、全校生徒の
前に立って、私が言ったことはこの何て言いますか、簡単に言うならば、私はこの度戦争に参ります、戦争に行くからにはね、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この日本国民の名誉のために誠心誠意努力いたします。这些人已经日益衰老，但是他们对于往昔的记忆却仍旧鲜活。与使其心儿一样，这些人的命运转折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开始。1945年8月，中国开始对侵华日军全面反攻。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就在中国进入对日反攻的同时，为加快日本投降的步伐，1945年8月9日，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苏军11个合成集团军以及众多机械化部队，大约150万人，分4路出兵中国东北地区。他们的目标是盘踞中国与朝鲜半岛多年的日本关东军。8月6日和9日，美军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2颗原子弹。1945年，侵华日本军队仍旧在中国负隅顽抗，但是战争的走向早已不由他们掌控。ソ連軍が侵入してくるというその道筋の最前線部隊に機関銃分隊長としていたんです。そしてもう大体出来上がってね、た時に中隊本部から伝令が来て、班長さん、中隊へ帰ってくださいって。なんかもう本当に駆け下りた。で、その時にはもうすでにね、本能的にね、これ以上戦うっていうんじゃなくて、もう戦争が終わ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予感の方が強かったですね。1945年8月15日正午12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日新民の衷情も尽よくこれを知る。しかれども朕は自分の思うところ耐え難きを。接到日本天皇停战命令的时候，使其新二25岁，石渡义32岁，高桥哲郎24岁，他们三人隶属的日本第59师团。与西尾克己所在的东北第二独立守备步兵第7大队向苏联军队投降。与他们一起投降的共计约60万日本战俘。その時もうこの武器機関銃にも未練がなくて、どうぞ持っていけというような騒げた気持ちでいます。そしてやっぱり日本に帰れると思ったのが光ったんですね。
敗戦の時はね、全然そういう戦意喪失して、で武器を全部おとなしくね、本当におとなしくね、あれ、武装解除を応じた。ただし、一人だけね、割腹自殺したのがいるんだよ。あの、壺打ちというね、大佐がいた。壺、大隊長だった。この人だけはね、その晩にね、腹を切ってね、自殺した。1945年8月15日，所有放下武器的日本战俘度过了极为漫长的一个夜晚。那ね、やっぱり悔しい涙が出ましたね。怒りとなんか不安と、なそんなことでね、眠れませんで、みんなね、眠れないやけになって、酒を飲んじゃう、この実弾ですね。鉄砲で実弾を撃っ放して、憂さ晴らしをし。1945年8月21日起，中国各个战区的日本战俘投降、受降仪式先后在各地举行。生好奶，雪域珍品，辽源牦牛奶粉，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辽源乳业。根据中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所有放下武器的日本战俘将被遣送回国。从1945年11月起，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对日本战俘及侨民进行遣返。几乎与此同时，苏联对于六十余万日本战俘的处置也开始进行。100名ほどのソ連の兵隊がやってきて、おい、お前たちは帰るぞと言ってね。从1945年11月开始，苏联红军将六十余万日本战俘分批押送。离开中国。毎日1000名ずつ単位で持ってね、船に乗っかって、で、出たわけです。だから我々もみんな日本に帰ったとばっかり思ってるわけです。出乎所有日本战俘的预料，苏联的船只出海之后，先向东，后向北，并未驶向日本。でウラジオストックに降りたら、今君たちを乗せる場所はないから貨車に乗れと言って貨車に乗せた。その貨車は夜中に大陸に向かって動き出した。1946年2月，使其星二所在的第五十九师团全部到达苏联，高桥哲郎最后一批到达。
もう2月ですから非常に寒いからね、雪ぼうぼうのそういう平野のね港にね押されて、おっと周囲を見たらね、日本の軍隊の缶詰がねいっぱい置いてある、空の缶詰が。日本战俘从海参崴登陆，在漫天的风雪中或乘车或步行前往苏联位于哈巴罗夫斯克的战俘营，在那里从事强制劳动。苏联では生きるか死ぬか分からないようなね、労働があった。強制労働。これはもう人間のね、限界までいったような労働ですよ。自从投降以来，所有日本战俘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在被羁押的环境中，他们度过一天天漫长的时光。对于所有日本战俘来说，回家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奢望。ですからね、まあ帰りたいとは時々思ったけどね、しかしこんな管理されている環境の中でね。帰りたいとか言ってね、どうなることもないんだよ、実際に言って。だから半分は諦めてましたね。从1946年11月起，苏联开始对60余万日本战俘进行分批遣返，罪行较轻的日本战俘陆续被释放。这一年，使其心二托一个名叫藤波利四郎的战友，给远在日本的母亲捎去自己的消息。我与您的儿子心二先生是好朋友，我们在停战后一起作为俘虏被移送到西伯利亚。因为一些突发情况，我于4月30号提前归国。心二先生因为性格爽朗，作为模范，在收容所里也很有名。所以，请不要为他担心，他很快会回来。1947年，在与儿子失去联系将近两年之后，使其心二的母亲收到了儿子健在的消息。使其心二在家排行第二。自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使其心二兄弟三人全部应征入伍。战争末期，使其心二的兄长阵亡。輸送船で、まあ南の南方へ運ばれるときに、まあ輸送船が沈められて、それで戦死するんですけど、この長兄、一番上の父の兄というのは、弟の話だと、まあ反戦的な考えを持っていた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ういう話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ね。当使其心二健在的消息被传回日本的时候，他的弟弟使其勉刚刚被中国政府遣返回国。三个儿子参军，战争结束后却只有一个孩子回到身边，使其心二的母亲为儿子的命运担忧不已。此时远在西伯利亚的使其心二与众多战俘一起，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度日如年。他们的命运在两年之后迎来新的转折。1949年前后，苏联政府对于在押日本战俘的审讯与甄别被提上日程。日本の兵隊の調査をやったの、調査。でそれはね、人として7歳児関係だとかね。対ソ連のね、対ソ連の軍事的な犯罪行為があるかないかと、
いうことを見たらしい。それともう一つは中国における犯罪行為のねあ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をね調査したらしいんですよ。这一年，苏联战俘营的政治委员找到了西北克己，请他交代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哦，你说我们瓦剌军的打仗打这个东西的，真的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我あのまあお前を告白して西尾班長が八軍で戦って通訳やったということは証明したというのが7人を逮捕と言いました。西北克己1941年参军侵华，曾任日军驻东北第二独立守备步兵中队伍长。中央档案馆，这里保存着共计3000余卷曾经被中国政府关押的日本战犯的档案。2014年，摄制组在这里查到了西北克己当年在中国撰写的笔供。据他交代，在侵华战争期间，他曾在6次作战中共杀害中国士兵85名，逮捕平民68名，并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拷问，导致11名死亡。像西北克己一样，那些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犯下严重罪行，同时又拒不坦白的日本军人，被苏联政府陆续甄别出来。随着苏联侦讯的逐步结束，一份近1000人的侵华战犯名单也被秘密制作完成。第一个就是担任伪满洲国职务的官吏，这些官员、军警、宪特，这一部分人，大概占40%左右。另有60%左右，就是一多半呢，就是日军的一些作战的这些师团。59师团呢，39师团呢，这些人。1949年12月，一辆列车从北京秘密启程，一路向北进发。刚刚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2个月的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这是一次改写日本战犯命运的访问。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代表新生的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全新的外交条约。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在签订条约的同时，中苏双方领导人还签订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协议。苏联政府将甄别出来的曾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移交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进行审判。就在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进行秘密会谈之时，那些侵华日本战犯远在日本的家人仍旧在焦灼中持续等待。1949年，使其幸二的母亲为了进一步探寻儿子的消息，按照1947年收到的明信片上的地址，前往儿子的战友藤波利四郎家中询问，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儿子的消息。回到位于东京的家中不久，石崎新二的母亲接到了藤波利四郎寄来的第二封明信片。去年的一年中让您担心了，我感到非常抱歉，
真的对不起。我听到消息，星二先生将乘坐新春的第一艘船复原归国，让我们一起期待吧。等待是十七星二的母亲当时唯一能够做的事。三个儿子先后被国家征召入伍，留下十七星二的母亲一人在日本苦苦等待。当1950年到来之时，十七星二的母亲能够做的仍旧是等待。极致追求，又见巅峰，伊利王酒，新疆荣耀。海天梦想，中国力量，中央电视台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庆典直播，洋河蓝色经典，实力成就魅力，五粮特区，一独特的复合细腻口感，升华特区品味，五粮特区，中国特区。海天梦想，中国力量，中央电视台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庆典直播，洋河蓝色经典。1950年5月，就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3个月之后，中国方面接收苏联移交日本战犯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这一年6月，在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的安排下，由中央和东北公安部主管的东北战犯管理所成立，关押日本战犯的地点选择在辽宁省抚顺。一层原因呢，离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沈阳很近，管理啊、联络啊、通讯呢、都很方便。还有一个认为呢，东北呢是我们祖国的战略大后方，他又背靠着苏联，当时我们的这个盟友就感觉呢，把这个战犯呢羁押在这里是最安全的。这座占地20000平方米的建筑群，曾经是日本侵略军为关押抗日志士而修建的监狱。1950年，中国政府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斥资360余万元，将它修葺一新。与此同时，刚刚成立的战犯管理所开始从各地紧急抽调工作人员。到1950年7月时，包括管教、警卫、翻译等200余名工作人员集结完毕。同时，969名侵华日本战犯的名册全部敲定，这些人即将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骚乱，苏联方面并没有将实情告知日本战犯。私がおりましたハバロフスク収容所長はある日、私たちにこう告げました。明日、君たちは帰国する。これを聞いた全員は歓声を上げました。いつもそれに騙されてるわけだ、我々は。というのは100分の1でも1000分の1でもその可能性があればね、やっぱり信じたくなるわけだ。1車両には上の方に小さな窓が2つしか開いてない。7月のことですから、車内はおそらく40度を超えていたと思うんです。
列车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发，先向南，再向西，驶向中苏边境的小镇绥芬河。1950年7月18日，苏联移交日本战犯的列车到达目的地。我到了，我是因为开战了，你还没得了，对啊，国内没打仗了。我在那个没送过他。2014年，赵玉英已经85岁。64年前，21岁的赵玉英作为护士，与包括警卫、翻译在内的100余名工作人员前往绥芬河，参与了日本战犯的接收工作。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初次见到日本战犯的情形。那一个一个跳下火车门打开，一个一个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但是呢，有些可能头头什么的，像建国局长，还都穿着军装，还都这个那个武士道精神，好像还像没倒似的，舔胸叠肚的，有的穿着个靴子，戴个战斗帽，还有这个银弹壶，还这个劲儿。所以我们一看，心里就有我的心里就感觉气就有点不打一处来，你还装什么装啊？赵玉英1929年出生于中国抚顺，她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那儿叫满洲国人，自己不知道是中国人，身体都得念日本诏书，拜什么天照大神，要看谁抬头照后点就给你2000。1950年，日本侵略者给赵玉英留下的残酷记忆尚未走远，面对曾经的敌人，赵玉英心情极为复杂。这心里看着挺解气，这帮东西这才该的，这回可是我们管理的时候到了，就这么感觉。接收日本战犯时，身为护士的赵玉英的主要工作是与医生一起检查战犯的身体情况。这一年，37岁的石渡义见到了前来检查的赵玉英，这次会面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看护さんたちがやってきて、病人はありませんかと一人一人顔を見て覗きながら、あれ。また最初に上がった昼食はですね、立派な白いマントにゆで卵、それから焼き豚等等で、私たちは初めて人間の食べる食物を食べたと言って、また涙を流しました。早在接收日本战犯之初，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就曾代表中央对于接收工作下达了严格的要求，对于战犯不能打骂，实行优待。这也正是日本战犯能够感受到中方善意的原因所在。接收工作完成之后，日本战犯乘坐中方准备的客运列车向抚顺进发。为防止意外，所有列车的车窗都用报纸从外面挡住。就整个这个沿途，就是在极端这个保密的情况下。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中国老百姓你也不能让他知道了，老百姓知道都能把那日本鬼子都能这日本战犯都能给打死，都能剁成肉酱。在当时，由绥芬河前往抚顺需要3天时间，坐在列车上的日本战犯内心极为忐忑，对于自己的前途，他们更是担忧。诚惶诚恐，瞅着他就是害怕，还是非常害怕。他看不到外边，他不知道要给他拉到哪去。他们怀疑，有些人还以为不定弄到哪给他枪毙。一
1950年7月21日清晨，969名由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被关押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2014年，在史奇光行家中，我们为他放映了中国政府制作的有关于关押改造日本战犯的纪录片。这些60年前的影像勾起了史奇光行的记忆。管理省当局はお正月が近づくと、もち米を買って餅をつ。という、まあうちのいとこ。1950年，就在他的父亲被中国政府关押的那一年。史奇光行的奶奶由于自己的3个儿子一个死亡一个下落不明，精神陷入崩溃。そのショックが大きくて、それでちょっともう精神的に不安定になって、それどこで亡くなったか分かんないんです。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しまう。おそらく海に身を投げたんだろうと、海へ行けば長男息子に会えるだろうと、そういうのを言い続けてました。酒来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万年冰川融水滋养着这片圣洁净土。这里是全球稀缺的青稞产区，每一粒只生长在海拔27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天然生态，有机种植。天佑德青稞酒，只用青稞酿造，甄选稀有，百年传承。只为更纯、更近的心灵之酿。天佑德青稞酒，创领中国高原生态白酒。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让史奇光行一家饱受伤害，这也使得史奇光行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战人士。加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就是他的行动之一。在史奇光行的办公室内保存着曾于1937年到1939年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村濑守保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名日本士兵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史奇光行准备在201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在日本举办一个展览，将这些照片展示出来。で南京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軍はその侵略していく新軍の至る所でこういった虐殺をして、空間にこういう、これは日本軍ですね。これ死体。死体です。これ进城以后找的日本军。でまあ油をかけて焼いたんですね。自分はその、まあ、先般の2世になりますから、その同じ家族、あの先般の人たちの家族の人たちが、まあ、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れを受け止めてるかってことを、まあ、当然考えるんですけど、だけど日本の社会は
基本的には変わってないですから、軍国はもう軍国主義を反省しきれないままに来てしまってますでしょう。在近代历史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曾像日本一样给中国人留下如此惨痛的记忆。中国近代史一半以上的时间都与日本军队的肆虐紧紧相连。その頃は日本の国内における、ね、空気というのは先ほどから言ってるように、日本の国の守るために、あるいは日本の国の指導性を発揮するためにアジアを全部ね日本の指導のもとに統一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的这句诏书敲响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战鼓。1874年，日本侵犯中国台湾，开始了侵华的步伐。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等大片领土，还获得2亿3000万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1904年2月8日午夜，日本不宣而战，重创停泊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战舰，揭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俄国。1905年9月5日，通过普茨茅斯合约，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取了旅顺、大连租界地和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等权益，更为粗暴地践踏中国的主权。自戦争前，日本国民は天皇を君主にいただく世界一の民族であるとうぬぼれましたが、それも西洋崇拝、東洋侮蔑の思想でありましたので、私たち少年も大人を真似て。一次次对外战争让日本攫取了极大利益，在弱肉强食的逻辑下，中国广阔的土地、富饶的物产，仿佛日本的囊中之物。満州の、満州はね、満州と蒙古は日本の生命線だと、生命線というふうに教育されていたんです。ここは絶対に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だからあくまでもそれは満州は満州で、日本ではないんで、外国なんで、中国のもの。という考え方はあったんですよ。侵略という感覚は全然なかったですよ。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占南京后，制造了罪恶滔天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大量财物遭到掠夺。で、日本のヤマト民族の USA というのを植え付けていったんですよ。子供の時から。だから中国に行ってもね、中国人を犬や猫のように殺してもね、平気だったわけだ、みんな。日本国民自体が
軍人だけじゃなくて国民自体がみんな兵器だったんです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中国军民伤亡总数约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1950年7月，969名曾经在侵华战争犯下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被关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5个月之后，1950年12月，另一座日本战犯管理所在山西太原成立，大约140名从中国各地抓捕的日本战犯被关押到太原战犯管理所。这些人中有炸死张作霖的黄姑屯事件的制造者河本大作，有杀害赵一曼的宪兵大野太治，有将340名中国俘虏作为活人靶刺杀的日本教官柱冈义一，稻叶季也是其中之一。稻叶季，您的中文很好，都忘记了，都忘记了。在稻叶季92年的人生中，有13年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与石崎新二等日本战犯不同，关押于山西的稻叶季等人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并未放下武器。山のところ降伏してからでも武装解除全然されてないんですよ。武装解除全くされてなくて、今証拠に命令でもって我々は武装解除しないで武装していて、もし86軍が来たら戦闘して86軍を撃退しろという命令ももらってる、軍日本軍からもら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稻叶季1943年参军侵华，日本第一军第六大队少尉队长。在侵华2年时间，稻叶季经历了对于中国战俘的极为残酷的杀戮。中国人の捕虜を上半身裸にして、後ろ手に手を縛って、少年兵に一つ殺害される。銃剣術で来たばっかりの少年兵に殺害させる。で、殺害して終わった後で、その死んだ捕虜を首を全部落として城門のところに並べたと。それで通行する住民に86軍に通ずるためにこういうようにするぞというような脅かしをやってた。1946年2月，当绝大部分日本战俘被中国政府遣返之时，稻叶季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接受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改编。对于时年23岁的稻叶季来说，这个命令并不难接受。我们是アメリカに負けたんで、中国には負け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もう山に入ってや、もっとやるんだ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みんな言ってたんですね。1946年，在日本宣布投降1年之后，稻叶季等2600名日本战俘改换中文姓名，以太原绥靖公署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的身份留在中国，参与中国内战。在中国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日本战犯档案中，稻叶季这样描述自己刚刚完成改编后的想法：我对天皇盲目崇拜，视中国人民为劣等公民，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为敌人，以一人残害多人为荣。
1948年10月，太原战役打响，解放军陆续集结了3个兵团25万人，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日本士兵稻聂季也参与了这场战斗。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太原，稻聂季等数百名参与中国内战的日本士兵被解放军俘虏。で、っていうのは、日本軍の時は捕虜はみんな殺してるのが多かったですよね。だから捕まって手錠かけられたり、いろんな中でもうこれは処刑されるという恐怖心というのが一番強かったですね。1950年，中国政府辽宁抚顺与山西太原两地两座战犯管理所内，总共1109名曾经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被秘密关押。战争已经结束，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实行的处置，却让所有日本战犯极为不安。特にいわゆる高級軍人、いわゆる職業軍人ですね、それと旧満州国、旧中国でね、戦争犯罪を実際にね、犯罪行為を犯したね、自分でそういう体験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そういう虐殺事件だ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に参画した人たち、そういう人たちはね、それは戦犯ということ、ことを聞いただけでね、いわゆる戦争犯罪人だから必ず裁判にかけられて処遇される、処刑されると、こう考えたことは確かに。ですから非常に恐怖心を持ったまま。在极度的恐慌之中，日本战犯度过了被关押之后的第一个夜晚。种种复杂的情绪在每一个监舍内弥漫。狭小的监室之内，一场超出所有人想象的碰撞即将爆发。